为何唱？萧正楠主唱。睇電視《仁心解碼II》卷縮沙發中，抬望閉上了的窗，冷冷尖深的多事，那麼自然地在場，頭腦太光亂，重複勉強，無力退後，是亂場，身體流動。被控制了思想，两眼尖深的当时，痛得我伴你附上，灵魂可否回来为我灌注力气，从绝处起来，寻幻想是打一仗，随想沉沦在空中围墙。邓志伟作曲，主唱萧正楠，围墙。